早安，我在国建之丘展望台，现在是9:15，出大景的，跟着圣君老师走遍秘境绝景，我就是要来拍绝景的，所以一路狂飙啊，飙了7分钟，终于来到这里，超美的。虽然云海在上方，但是还是很漂亮。JK。哇，水水水，山岚美景，又有云海。日本宫崎县国建之丘展望台，我是台湾 YouTuber， 超美的啊！这下面就是整个枫红高千穗町。这么漂亮，不来吗？赶快来跟圣君老师的团。